勇气及不畏惧的态度，在各项比赛向前冲，为班级荣誉拿下胜利。黄新楼老师所带领的五年级班同学们身上穿着一只可爱的小鹦鹉，如卧虎藏龙般来形容我们班，个个身怀绝技且深藏不露，有田径、手球、跆拳道运动好手，小提琴音乐家都在我们班哦。今天我们将以最精良出色的表现在运动会中大展身手。